各位好啊，我们今天又到了研究牡丹花的这个课程。那么前面我们画了这个红的、白的，都讲花的问题。很多人一般呢都以为我们画画到花嘴为主，其实啊，一个花呢就好像一个家的这个太太，长得打扮很漂亮，但是呢，真正的主人呢是叶子啊。如果是先生呢，不拿钱回来了，我看这个红花也红不了了哈。还有杆子啊，就是叶杆呢，反而就是为主。等我画了，待会我可以跟各位讲解一下这个叶子。所以说，在整个现在今天的课程呢，是牡丹花里面比花更重要的课程，就是用叶子表达。人家中国一句话叫"红花需要绿叶衬"。如果没有绿叶，光孤独的一个红花呢，不会好看的，啊，所以说这个今天我们讲仔细的，我们把一个牡丹花叶杆之间的关系啊，我们来表达出来。我们先开始。OK，好，可以。我们先把这个整个一个牡丹花哈，来结构，因为在台湾，我以前学画中间我几乎画了很多牡丹花，但是我没有真正的去了解过，那么接近亲近过牡丹花，啊，后来我确实了解以后，那我整个画牡丹花都有做一些很多的改变。你看，这个是我家院子里面的牡丹花，这春天刚刚来了，那枝我在前一年的时候把枝都剪断，没有关系，到第二年它就从根发出来了，就它就开始发出来，发出来的芽都非常有生命力，都是向上的。所以如果说你要画新的这个芽的时候呢，它是不会瘫下来的，都很有力的，撑出去。注意到，你看，这是木头的，这是木杆，这个是草本啊，这是牡丹花。当你看到有这样木板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牡丹花。好，再看，你看这边有芽出去，你看它在春天发枝的时候，它的芽是枣红色。枣红色抽出芽，这个芽抽出来以后就变茎，茎完以后就长叶了啊！你看它的老枝里面抽出这个新芽来。好，你看这抽完了，就从它开始抽茎。它虽然一小包，它一出来以后呢，会产生很多很多枝，很多的枝出来啊。那你再看这上面到这边会有圆圆包，那就将来就是一朵花，在草本跟木本之间会夹到这个匣，你看，会有一个包它的这个带点浅粉红色的这个花会包住这个牡丹花的茎啊。你看，好，现在慢慢长，长大了，开始都散开了，散开打出来了。那你看这里就有一个花苞，这里花苞它是一定是一茎一花，这根茎一定就只长一朵花啊，再出来。那这里你看也有朵花，那这朵花保证不是这根茎出来的，这是叶枝，这是花茎，它一定在下面是跟到另外一个木头出来的啊！你看这些都木头出来的啊，这茎出来，好，在下面我们看到，你看这更开了啊，它开了，它的红比较偏红的叶子开始变成绿的叶子了。所以，我们画花的时候，有人会画了很多黄绿的，又带红的，又有深绿的叶子出来。所以，它是不同的时节会有不同的叶子。你看，这里就开始花苞出来了，花苞出来了。那么，像它旁边这一个包它的芽呢，像这个很大的，就属于洛阳种。我们中国洛阳种这种出来之后，将来它花会非常的大，差不多像跟一个人的头那么大啊。那像这些都开始出来。那如果说是像温哥华，它是日本种，那它这个茎，它旁边这个呢会很小，它花呢大概只有那个一半大啊，叫伊藤牡丹。好，看，这是另外一株，这一株呢小一点。那你要我们这看这个，在我家院里面的啊，我们家里面院子种了七八株啊，它的根它茎它的木根并不粗啊，但是它生长得很高，它却生长很高，你看。这几株可以长到那么高，那以前我画错了，我以为很大的牡丹花，我把下面的木头呢就画成跟树一样了，其实它不是树，它绝对不会像树一样的啊，这我们家的大松树那么粗的，不会，
它就是几乎同样不能改变一根茎，会抽很长，比人还高啊。这就是我后来自己种了牡丹以后发觉我画错的地方，画错的地方。你看它茎还是很细，它花你看比我头还大啊，这边是两株在里面啊，你看它花比我头还大啊，我就慢慢理解了它真正花什么。那这是旁边种了一株芍药，芍药整个是草本啊，那它的特色就是叶片开，每一片里面的开叉不多，一片就是一片，但是也是三片，一开就是三叉。那么它的是叶片比较长一点啊，比牡丹花长，注意到啊，它草本，这就是我们注意到它的这个变化啊。那像它像你看像这个草本开大的时候，我必须要有竹竿子哈去帮助它辅导，否则它会折下来会断掉。它也很高的，它很高的，你看就一棵树那么高了啊。那我在下面种了插了很多的那个竹去支持它，要绑起来，要不然它会断掉。它的花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啊，那叶片也是三公九卿，三叉九叶一样的，但是有80%类似，有20%还是不会完全一样，它比较肥胖一点，那比较长一点啊，就是这个，这是芍药花啊，这芍药，你看芍药，我下面你看它到下面的这个茎啊，还是一根一根啊，那我必须要用这竹子把它给它垫起来啊，你看这芍药啊。所以我们常画芍药跟画牡丹的常常混淆了啊，注意到它都不一样的地方。你看这个是牡丹花的茎，注意我这张照片图看就告诉你，它往往都是一左一右一左一右啊，你要再看啊，一二三会发一左一右，那其实不是，它是三角形一二三，然后这个呢又会在这些之间的岔缝里面又会出现一次，所以一当它有六根的时候为一组一个循环啊，它有六个点，前面是26到上面呢135啊，它每六个一个循环，因为它稍微有点差别，所以我们画画的时候常常会觉得一左一右，但是有时候也不见得完全是这样的，那你了解它是六个刚好轮为一组啊，这上面花就掉了，掉完以后呢，它会生一个那个蕊啊，那个枝头的蕊啊。那我们牡丹其实插枝就可以了啊。我牡丹花是我在前年完了以后，我就把那枝啊就插到土里面去，第二年它就去生了啊。叫我们了解它的一个生态，这边啊是三个互相互生。你看它这边有个乌头，然后一二三四又回到这里来了，四五六七这样上去的啊。我们会越来越了解它的组织。那么这一插完以后出来以后，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三个中间它又有分三叉的，也有分两叉的，也有分三叉的啊，所以它都是三三三三三的，但是偶尔我们发现也会有二的一的出现，所以它也不是完全讲的非要怎么样啊，它是有很多的变化，那我们要去理解它，但我们画的时候呢比较知道它的自然生态怎么样。你看我就打开了啊，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但三完又有叉，又有三叉，这个呢就是我特别把赵文君说木头长上去，它左右上下会再抽印，然后又从这边开始出来，这个就可以长一朵花，这个可以长一朵花，这个也可以长一朵花啊，就是说它是木本在叉枝上面就会长花啊，这个我们要理解，那跟芍药完全不同啊，就芍药你看全世界没有。全没有木头，没有木头的啊，没有木头的。那你看有这个，这是我另外一株比较浅的花啊，你看它也是，就是有木头，对不对？那在这边你看，这里会有一个匣包住它的匣，所以我们常画牡丹在
两个在交接的时候呢，会给它添一个匣来帮助它。这是我用叶片，我用墨色来表达。那画这张图做出来，告诉各位，你看在这张画里面，我花是用墨了，它已经不显了。那么它的特色是叶，你看我这边的叶的分量超过了花的分量，所以在这张里面真正表现已经开始倒过来。因为它一变红的时候呢，你就会注意红色了。那我把它变墨色，墨色的时候呢，你看它也很雅，也很特别。可是呢，叶片为主了。那么叶片来画画的时候怎么办？那像我这边这样侧过来，这边侧过去啊，这边侧过来，这边去，这翻过来，都是观察过实物以后我们来做的表达，来做的表达。那到我后来最近晚期我的作品，就是我把它整个组合成我自己的一种我自己的 style， 就是说，其实我在画里面，我这个我的画里面花并不为主。完全是以叶为主，叶和杆为主，花是第三个才为主，叶第一，杆第二，花第三，它是点线面，这些是点，那这些是线，全部叶都是面，所以面的体积最大。那我们因为它很繁，很多叶子，所以说他们在日本叫做千叶，就是一千片叶子。啊，所以说，那你怎么去表达牡丹特色？就是你要用叶片浓浓密密的，我来表达它浓密。所以我画完以后，我用时青时绿去渲染它，产生一层一层的层次，好像你到了一个森林里面的那种感觉啊。这是我自己研究的啊。我们中国一直这么多年下来，还没有人这样子画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创作，就告诉叶为主的时候，它会产生什么效果？你看。这叶，那这个呢是我在画的风雪牡丹里面的一个我自己创的系列啊。因为我在纽约的时候，我读书的时候呢，就在五月的时候牡丹盛开了，哇，落雪了，我就比喻人生的无常啊，所以我们要经得起风霜雨打，我们还站立起来，那时候富贵我们才会珍惜啊，所以我就画成这样的有风的一个感觉。那么你看在这里面整个表达，你所看到的并不会在于花，而是完全要看叶的表现，完全就是我现在的这个，你看，这是我用它把它画成叶片，我很快帮帮忙啊，给它等于写生，很快把它，这就代表左侧出，向左侧边出去的时候，那我看到没会出现什么样子啊？这个表达，这个表达它啊，表达这是怎么样来代表左侧出。好，再来一张，这个也是它，你看这边这折下来了啊，这边出去它是它，这边出来了，这里有个镜出来，向左的。好，再下一个我们向右的时候怎么办？这个窄了会变这样表现了，这个短了。好，你看这里这一组，这边这一组，注意到的是，你如果今天我通用一样的墨色就没有美感了。我这里面你看，我有的浓，有的淡啊，有的浓，有的淡，利用浓淡来让它调试变化啊。这个是测出。好，再来一个。好，这个呢是右侧，但是垂下来的一个表现方法。好，那你看，我就是这一组啊，我来做。那你看这个我怎么去表现它啊？这个垂下来，这个上去啊，这个是这个啊，这边上去，那这个很乱，但它乱，你要用你的眼睛，你的心不得乱，你用你的方法，利用轻重，墨色的轻重来把它配置完以后呢，产生变化而不乱。但是这一根最重要的是这一根镜出来以后，一个一个出来分三叉，这个叉走三片，这个叉走三片，这个叉走三片，那你就可以把它能够表达出来啊，表达出来
这个呢就是芍药都掉光了，那么它整个来讲全部你可以看到底，它走到底都是茎，你看到了最根部也是茎，而且粗细没有大变化，没有像我们画梅花下面很粗上面很，没有，没有什么大变化啊。这就是我要去给我表达啊，叶茎的轮生和牡丹轮生是跟牡丹一样，但是芍药完全是草本啊。我你看我用这个来跟各位讲啊。那么这张图呢就是我刚刚有一张图里面的表达，就是有一个木头啊，我手拿到了那个木头，这木头你看它就木本啊，牡丹呢是木本，就是因为有木本，那它也是叶茎呢是轮生，三个一组乘以二，六个，当它六个一个轮回，六个一个轮回，所以它一二三四五六这样上去的啊。首先就是我们对画牡丹，如果说这种组织你了解了以后，你将画画了最起码通到了理啊。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把这个叶片画完以后，我们组成一张画啊，看怎么画。